一壶酒实在是太少了，每个人只能喝一小口，没意思。我看不如一个人喝个痛快。这样吧，咱们每个人画一条蛇，谁先画完，这壶酒就给谁喝。他们还没画好呢，我再给蛇添上几只脚吧。蛇本来就没有脚，你怎么给它画上了脚呢？后来，人们用画蛇添足来形容一些没有必要、多此一举的事情。我写的这篇文章本来很精炼，可你非要补充一些可有可无的内容，这不是画蛇添足吗？